什么人？林子玉，你来干什么？还有一个时辰，柳苏若就把柳苍岭杀了，除非你自己去凤山换的。苍岭哥哥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说的话？ 你爱信不信？你干什么？我想下山。 去顺安镇住两天，好好帮你做好事。说实话，柳苏若让我去凤山会苍岭哥哥，不许去！我要去。你去就是给他们送血，到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可是他们说要杀苍岭哥哥，我不可能不管。你这身功法，连最笨的宗门门派都打不过，你能救谁出来？我。 我学会了顺行术，我可以用顺行术带苍岭哥哥一起回来。你急什么？我都和莫晴说过了，等他伤好了，便和我们一起去救柳苍岭。我等不了，他们还有一个时辰就把苍岭哥哥给杀了。那是他们骗你的，你不去，柳苍岭他也不会有事。不行，我不管。我说了，不准去。对不起，女魔头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<笑> 秦芷燕，圣主，等了这么些时候，若是那秦芷燕不来，你待如何？他一定会来。 苍岭哥哥呢？真假秦芷烟，已捉弄过我等一次。你若要柳苍岭，证明给我看。你想要怎么证明？试试便知。 我今日能来便能走，你先把苍岭哥哥带出来，我要确认他没事。苍岭，苍岭哥哥。 紫嫣姑娘，我之前受伤，用不了顺行术，你找人带我去凤山。凤山，凤山的宗门大会不是已经被我等阻止了吗？别废话，我让你带我去，你就带我去。紫嫣姑娘，你怎么受伤了？
我这就禀告门主，将南山主请过来。不用了，我哪儿也不去。 圣主，此前我可是听你说，这是取血而已。好，将他俩关起来。你说好放我们走的，圣主，我是说要放他们走，可我没说马上就放走。 金仙至今还未苏醒，未免事情有变，还是先将他们两个关起来比较好。事已至此，切莫因小失大，功亏一篑。